萧敬腾日前大动作求婚经纪人 Summer， 两人爱情长跑后认爱就丢出震撼弹，让外界又惊又喜。22日适逢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，老萧也在社群上大方晒出两人的情侣画报，并感动告白写道：“认识他后，我变成大家认识的我，山下大批粉丝。”不仅如此 ，Summer 也透过这次的画报发文回应了外界对于两人生孩子的计划，表示结婚生子或许从来都不在我的努力清单中，因为我知道真爱不是靠我努力就会来的。不想生和不能生是不一样的，这些年我们思考无数次，对我们而言，生孩子是因为爱，不生孩子也是因为爱，更表示这是一个选择，并不是一个任务。双双发文的内容真的是秒虐单身狗啊！Bye.